各位有没有那个新头壳那个？总统，我是那个新头壳记者林朝义啊吼。因为其实才有四个政治犯啊吼，啊，因大部分有个人是因为读册会，啊，有个人是因为讲参加一挂社团的活动，啊，叫人抓伊关。啊，其实徛伫媒体啊吼，真有兴趣的一件代志，就讲总统一直拢无讲过讲，包括讲。吴克泰先生哦，吴克泰先生，伊个学弟，因结果伫北京接受访问是讲，我吸收你入去共产党，计吼是1946年9月份，啊，这段过程啊吼，总统以前都唔捌对别人讲伊讲到底是迄个经验是安那，啊，我真希望来了解讲总统，你来讲看卖讲迄个时阵，你是不是有参加过共产党，啊，包括讲后壁你要做政务委员的时阵。就是讲，因为这个事件，还是无因为这个事件，哦，啊，去人约谈七天，还是一礼拜的时间，总统在把他套这个机会，伫这个场所来讲看卖你过去，应该可能收过别些恐怖，还是政治经验内底别人较无注意物件。你对我讲，迄位叫做啥物名？吴克泰对对对。吴克泰是较早呢，日本时代高等学校养我一辈啦。要去，伊是越南人，哦，这个人真聪明嘞嘞，伊往前站嘞，伊是台北高等学校毕业了后嘞，去读京都的医学部吼，哦，医学部做啊半上路的，伊呢，伊当时嘛已经迄落太平洋战争开始啊，所以就走去中国，哦，走去中国，伊去中国了后就无继续做医生啊。但是伊这个话呢，相当正式啊，是国民这共产党活动，伊是迄落公论部吼，伊当阵最大的报纸是公论部的派来台湾的这记者，记者，哎，当阵公布了后，伊啊，差不多两三年了后，伊就回来台湾了。我甲伊实无甚物关系。我甲伊无啥物关系，我是你若爱了解，就是我呢。这个讲好了后，转来台湾了后，碰到228的这事件，啊，放去这个过去当阵的台湾呢，再讲起来，我定来你讲起嘛，会使讲是台湾228事件是文明的斗争啊，吼、哦，过去台湾人受日本的。就日本人欺负差别，但是台湾的社会有正进步，是现代化。啊，甲中国下这进步的社会差太济，所以我叫你包括叫做文明的冲突啦，主要就是这個理由啊，差太济，想法啦，各种人做法啦，都真济。所以在这我情形下的时呢，我是讲台湾这个政体呢，实在讲无法度，和台湾呢，行去好的这個方向。啊，实在讲，我本来甲共产党无啥物关系。我讲一个正经话，就是有一个新民主协会，组织一个新民主协会啦。哦，要安怎来推行台湾的民主？大学四年的时候，真正话我唔捌讲的过去。今仔日第一次我讲这么些哦，受难的人都只大家过去，我应该呢讲一个较坦白的话语啊。反正我的政治性命都啊，拢总背去啊。我说今仔日讲一个正正确的话，互恁听就是安尼。啊，我四个人、五个人组织一个迄落新民主协会。新民主协会的人呢，有各种的人啊，吼、哦，吼，有台大教育，啊，我是农学院，啊，有这个台大医学院，吼，啊，啊，有这个其他的。比如讲，拄啊有你一张图画，你看无吼？吼、哦，一般来知影遐尼，就是因翁啦，迄当阵，迄就李友邦的孙，李友邦的孙啊嘛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当阵我那是到底吼、哦、来少年家啦，来为了台湾来努力来拼一下，吼、哦，真拍拼。啊，迄当阵伊咧讲起吼，这个组织甲共产党有啥物关系无？实在讲起，头拢无啥物任何的关系。尾下呢，可能一部分有哦，共产党啊，吸收去啦，吸收了后，
我看你永山洞的做法本身呢，首相甲做的代志本身呢，大家要有落政权，要立权有目的嘞，吼、哦，来压迫这些人本身呢，我看像伊款呢，我甲宣布呢，我要离开啊，我离开，啊、哦，一当阵离开，离开，但是伊且些几个啊，四五个这些人本身呢，背后呢，拢不予人抓去啦。啊，这是了后的代志。了去了后，迄当阵我呢尽量的避开人，卖踮台湾较好。所以考试美国留学，我考掉啊，去美国留学。所以对这代志都无讲直接的关系吼，啊，迄啰啊过。但这四个人本身呢，刚好伊个李先生吼，伊啊有方抓去，但是。那个点几年了都要出来，但是出了两三个呢，一个走去北京嘞，吼、哦，北京，过也做迄前天的迄个委员会委员嘞，吼、哦，啊两个呢，过也呢，踮咧家个内面搁组织关系呢，这两个只，互人枪毙啦，吼、哦，啊枪毙拄啊讲的就是，拄啊一个我互人拍，吼、哦，啊老爹。个囡仔吼，迄个就是，拄仔你讲去互枪毙迄个李先生个太太，吼、哦，啊太太是咧刚生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就是我拄仔你讲就是，这个现在咧做医生个，吼、哦，现在，吼、哦，主要读册咧，台大医学院吼，妇产科啦，啊是三点半哩，一需要第一咯，新光病。新光病院了后啊，出去家己咧开业啦。我改见一两遍了，足久无见到面啦吼。所以这个代志本身呢，这个啥人啊？这个是你拄仔讲的。吴克泰，伊毋是真正的名人啦，伊真正是姓江的，江啦，吼。伊个名字尖吼，咱台湾尖伊个正字个名，啊伊改做吴个吼，这是过以后个代。但是伊有讲几啊遍，讲我吼新闻去报告，讲我咧参加国民共产党两遍，哦，啊佫退党两遍，啊有咧讲起啦，即个呢甲事实小无相关吼，我咧讲个意思。但是过去因为即个关系个呢。1997年，迄个民国61年，我做政务委员，大概啦，1973。我予迄个叫秘书林波念，其实，迄是了后，是可能就转来了后，了后迄个迄是1978年嘛，唔是啊，五十七年啦，一九六八，啊六八号了去的时候呢，我以为是。对外思想有问题，去台湾独立吧，是正去美国的事啊。伊讲唔是啦，就是你讲这个较早代代吼，哦，四年的事，去当阵组织的这代志啦。哦，差不多，给我规一礼拜啦，一礼拜左右。但是伊暗时也给我转去，再去时也叫我用安尼来吼，来切加清啦。请我救命之物，啊！我迄当阵真清楚嘛，哦，过去就即款的代志，哦，啊，伊就讲，美国做独立运动就安怎的话，我拢无咧参加啦，啊，无咧补贴进行之物，所以这个代志本身嘛，伊就一礼拜，我一礼拜伫安尼，哦，就是革命思想部的地下室吼。伊啊一礼拜了，啊就出来了吼，啊太太，伊有伊日记有写个，伊无爱，即次诶
为制作面前来，一定无写这个代志，就是已经要未要做，要无做总统前了嘛。所以伊原来为啥讲一生啊最长的一日，就是去用掠去迄日嘛。啊，这情形本身的话呢，老实讲呢，我的思想本身话呢，实在讲起来，对这个社会主义的话，对小共产主义本身的这理论上的问题，我真了解。但是我看这个共产党的话呢，这党本身话呢，要利用这个思想呢，来控制别人立权呐，这主要东西这个做法很大部分。所以我实在讲起来，对这呢，无讲真正讲，我呢，比较有兴趣。所以有这款的经过啦，我这然后你即摆你讲起，有我带你讲话呢，两边安怎新闻咧看，啊，甲这联合报呢，然后你甲我看这代志呢，我今仔你讲得清楚，我听，你也了解。啊，这代志本身呢，不是因你讲的，哦，讲到迄款的程度，不是迄款的物件，我今仔日就互你了解。所以我呢，对这红掠去的人对吧，思想观对吧？这些人我跟你说，我很同情，也了解他们这些人的心啦，啊，对这些人本身呢，应该就安怎回想就好。我做总统了后，我应该会做的事情我都有做，要安怎来那款的，大家在这款的情形下的时候呢，为了这些事情呢，过身的人，我实在讲起来，应该就对这些人呢，表示最大的那种，敬礼啦吼，接到的，这嘛是为了台湾的吼，因呢一世人安尼吼，性命吼，无国家己的性命来一块的，啊，也值得咱大家应该都敬佩一下吼。啊，即现在，像这款的问题本身呢，像今仔日看这个了后，因为包括咱了后对这个人权委员会要设这个。和平公园的时候，我原来尽我最大的力量来配合，啊，尽量去当阵和规个内面的人，我伊滴名拢有，刻藏在里面，和大家纪念这些人过去哦，一世人为了家己，为了大家国家社会，大家安尼拼到安尼来，应该有一个纪念的吼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啊，这个。这个代志本身呢，真侪代志拢是政治上的问题呢。我想讲，这要安怎讲呢？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立场，共产党共产党的立场，各国的立场拢是个人的迄当阵的利益甲伊的关系有关系啦。啊，但是这些人本身，比如咱在场这几位，这些人过去无迄个心啊，伊无迄个讲要。立完啦，要安怎做？什么款的高人啦？有什么方法啦？不是迄个心，看为了台湾看有法度，让我来解决台湾看会较好无吼？行正确的路线较大无？这些人本身的我实在讲真敬佩啦吼，靠牺牲靠自己吼，这个生命靠自己最重要的代志拢安尼放弃掉，为了这受了这艰难的时间，我真敬佩啦。所以对这个所在本身的这个意义本身呢，应该我是讲，原来是一个历史。我迄担任你讲起，伊的记忆来讲，历史的记忆是对咱人最有 power、最有力量的一项物件。要记的才会使。记更有也有这个代志，咱有听过这个代志，要安怎来？将来要做什么代志？这都是伊讲的 memory。这 power of memory， 这是足重要一句话啦。伊写伫遐吼，记忆吼，我不如拄仔你甲讲，哦，你一句话才足重要。同款，台湾啊，应该呢，唔当袂记，爱知影。我安尼讲，你安尼有够？哎，佫继续冇同。啊？继续。你先有联合报的记者冇见。总统，所以我甲你确定一下吼，你。那个你讲你有捌参加过共产党，所以你今仔甲大家宣布讲你唔捌加入过共产党嘛，是这個意思？这不是，我无讲这个句，我有加入一个这个组织啦，
这个组织哦，共产党接收去啊，有这个代志，这这袂使忽略的。但是忽略，我接收了后，我看这个情形不是真理想哦。伊当时呢，我甲宣布讲，我要离开吼。啊，伊讲详细代志吼，写好清楚，我离开啊，是安尼来。